有着坚强的意志力，让他们在上台表演的时候保有着青春少女的活泼可爱，另外呢也完全没有少掉身为表演者的专业态度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来欢迎 Max Combo。哇，厉害！年龄从这个儿童的感觉哈，到青少女，甚至于到少女的年纪，但一样带来非常非常超龄的舞台上面有气势的霸气的展现。再一次的谢谢 Max Combo， You're great， 超。